奢的产后护理之家，我们来帮大家房型开箱一下。我们今天住的是 VIP 套房。这个房型呢，是以一房一厅的概念，然后有两间厕所，外面有一个小厕所，看一下，就是一个马桶跟洗手的用餐区这边。那这边呢有一个冰箱，还有电磁炉、微波炉跟对比的消毒锅。那边还有一个很酷的，这边就是有提供洗衣机，这边而且是国际牌的哦，它是洗烘拖，对，都可以使用。所以如果你是住很多天，20天、30天，你想要梳洗一下自己的衣服的话，就可以使用这一台。就是如果你有大宝、二宝，也可以带进来，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游戏区，可以让他们自己玩玩具，就不会无聊。然后如果是爸爸来呢，想要休息一下，追个剧、看个电视，这边都可以连接 YouTube 跟 Netflix 都可以。接下来要开门来看一下睡眠区的部分。哇，哦，这是一个一大床、一小床的设置哦。如果妈妈，还有一个月亮枕，如果要哺乳啊或是休息，妈妈可以躺在这里，尽情的享受双人床。如果有陪宿者就是可以睡在这边，不会互相打扰，不管你怎么翻身都不会影响到孕妇，很棒。而且还有一个按摩椅，对，还有一个 iSofa 的按摩椅哦。所以这到底是要让爸爸享受还是让妈妈享受？爸爸应该会抢着用吧。然后入住进来就会有一系列的备品，还有一系列的沐浴用品都会使用。那他们使用茶子堂的沐浴跟洗发精，还有环保餐具，还有大蜂巢的让你可以泡澡啊，还有湿纸巾，有提供妈妈的哺乳衣，那每天呢都可以拿去送洗或再拿新的回来。那这边呢就是有爸爸呢在接触宝宝前可以换上这个隔离衣，就是如果爸爸工作回来，然后呢不想要就是马上换衣服，可以穿上这个隔离衣然后抱宝宝。然后这边还有配置另外一台电视机，所以妈妈可以躺在这边看电视。如果爸爸或是陪宿者想要看另外一台，客厅也有另外一台，所以就不会互相干扰。然后这边还有电动式的吸乳器，那当然因为卫生问题，所以一些耗材备品就是自己携带。他们的房间有5到9楼都是房间，那1楼会有妇幼百货，我们明天带大家去开箱一下妇幼百货。所以你住在这里基本上就是一条龙服务啊，还有美容部还有洗发部都有，对，还有烟盘浴我们都会去体验。好，这是卫浴空间啊，有提供一些基本的备品，然后吹风机，还有免治马桶，浴槽可以拿来擦澡，药草包就可以放着，因为刚生完的产妇可能还不适合所谓的泡澡部分或是淋浴部分，就是药草包泡一泡之后可以去做擦澡。然后当然这边还有一个按摩浴缸，这也是 VIP 房型才有的，而且按摩浴缸前面居然还有一台电视，可以让你好好的享受。那明明产妇有时候还不能泡澡，都还没拍完，对，根本就是爽到爸爸的。所以爸爸订这间等于是双重享受。简单开箱到这里，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去一些公共空间去做拍摄现场给大家参考。
营业时间就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。那如果你想要来看妈咪的话，就统一在10楼集合。然后这边有提供吃的、茶饮，然后还有沙发区。因为很多月子中心都只是在一个地方，那你看看妈咪聊天而已，但是他们有提供吃的、喝的。嗯。那在这边就会很悠闲的吃个东西，然后好好跟妈咪聚一下，很不错。美丽人生的月子中心的1楼有一个妇幼百货，占地的坪数蛮大的。这里的妇幼商品应有尽有，不管是从挤乳器到小朋友用的沐浴的商品都蛮齐全的。所以你来这边入住以后，有缺什么就是下楼来买。而且他只要入住期间，甚至你出院之后，都还是享有会员价，蛮不错的，大概是市面上的9折。这边有一个自动泡奶机，就是你可以设定你的每次泡奶的汤匙数跟吸吸数，它都会帮你自动泡奶，超方便的，好像在泡大人的咖啡机一样。这个消毒作用也太高级了呗。是哦，谢谢。来，方便我把门打开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可以哈。是我们第一次体验的月子餐。哦，是鱼汤。哦，鱼汤就是宵夜啦。晚餐的部分，它会连同晚餐跟宵夜一起送。我们今天的晚餐是有虾子。3号的晚餐就是红鲤麦饭，红鲤麦饭，盐水虾，盐水虾，焗好的马铃薯，然后季节时蔬，然后这个是排骨汤，点心呢就是这个姜丝鲈鱼汤，姜丝，哇。我们入住了第二天早上，因为我们早上比较早晚起，所以我们就请他连午餐一起送来。对，所以月子中心基本上送餐的时间都可以去调整的。那这是我们的午餐，白米饭、烤黄焖鸡、蚝油三鲜、季节时蔬跟牛蒡排骨汤。哦，看上去好补。然后早餐的部分就是有，今天是鲔鱼玉米蛋饼跟高纤燕。